却不是常见的星河碎片。我接手以后一直在找相似的病例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是特例。半年的时间不长，除了以太星河这个名字，我知道的也并不算多。不过你心脏里的碎片存在已久，比你我更了解他的或许另有其人。还记得方院长吗？方老师目前在极地的雪溶镇做个人研究，你想见他一面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不过最近极地天气变化多端，通往雪溶镇的极地列车经常停运，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还是等到2周之后。所以说你现在人已经在极地了，有人陪你一起吗？真的？也好，你再工作下去，探测器上就该装防沉迷系统了。那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度个假吧。各位乘客，很抱歉地通知您，下一班发往雪溶镇的列车因故临时取消，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还不清楚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其他意外事故，安全起见，您最好还是等等通知。一份起司蛋糕，一份羊角面包，谢谢。是你。方老师那边的研究有了新进展，一周前问过我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一趟。他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在极地难免力不从心，工作不忙的时候我都会抽空过来帮他。肚子饿吗？要不要一起？先生，您刚点的两杯热拿铁好了，打包还是在这儿喝？我有说是偶遇吗？
在想什么？等到了雪溶镇，或许就会有你想要的答案了。你心脏里的星河能量一直以来都十分稳定，它并没有让你变得像其他心源病患者一样虚弱，反而在你受到外界冲击时，为你的心脏制造出一道无形的保护屏障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一股为你而生、为你所用的力量。所以暂时不用担心，你还可以活很久，久到足够去探寻你想要找到的真相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，前往雪溶镇的车次将推迟于明日上午11:30发车，为您带来不便，我们深感抱歉。不出意外，我们只能在车站附近的旅馆过夜了。快走吧，听说调度中枢出现流浪体了。真是倒霉，我还想去雪溶镇追极光呢。不走吗？谢了，调度中枢人流量大，在这种地方疏散人群展开战斗，还是你们凌空的猎人有经验。我们极地的地磁比较特殊，流浪体一般都是在雪原和深山里，也就最近才总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出现，八成是嗨。看中枢这损毁情况，今天之后的车都走不了了。哎，你们是要去雪溶镇吧？要是不嫌弃，把我们行动部的交通工具借给你们，颠簸是有点颠簸，但保证风雪无阻。就停在车站门口，你们跟我来。怎么样，这车，这狗，这皮毛，极地特色，就当来旅游了。那就交给你们了，我那边收队了，先走了啊。上来吧。之前来也不是每次都能跟医疗队走，就坐过几次。欢迎乘坐 Snowdog 旗舰版，现已全面升级自动驾驶系统，您可开启悠闲观光、全速前进、儿童友好等模式。走了。
方老师说他临时有事绊住了脚，不能亲自来接我们，但安排已经在路上了。差点忘了这个缠人的家伙。六饼，你又胖了。方老师说的安排，大概就是他。六饼，只认罐头不认人，还是这么没良心。是因为他从山里被捡回来时，一口气吃了六个肉饼。注射标记。六饼比较特殊，它的智力约等于九岁的人类小孩，所以撒娇使性，讨好求饶，样样。零食一天只能吃一罐，带路吧。好了好了，已经不疼了。李深，愣着做什么？快来帮忙。稍等我一下。还有跑掉的吗？没了没了。哎，我这院子又被他们糟蹋光了。拮抗剂这么快就失效了？这次的有效期比上次缩短了一周，看来是这附近的异动又加剧了。好久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先进屋子吧，屋子里暖和。晚饭的鱼怎么样？小是小了点儿，但胜在是我亲自钓的。方老师年纪大了，味觉不太好。当年的事，你奶。当年的事，你奶奶还是都告诉你了。
是不是植入，通过哪种方式植入的，我不好说。但涉及到心核，就算再小的手术，也会留下痕迹。所以我有过一个猜测，说不定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力量。每个科学论证的背后，都存在无数看似不可能的猜想。在蚁鸥基因进化出来之前，也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有操控自然的力量。正是什么？你说现在的人们总是想往深空隧道里飞是为了什么？有的东西只是存在就足够吸引人了。探寻未知本身就是目的，而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。所以，别让人知道你和以太心核之间的秘密。以太这个词最早是哲学家提出的一种假想物质，是除四大元素外的第五元素。谁都无法证明以太的存在，也没人能证明它不存在。或许这就是你奶奶他们将这种力量以以太命名的原因。而这种神秘又强大的力量超越了任何心核，值得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趋之若鹜。啊，不用太担心，一时半会儿他们应该还察觉不到你。你心脏里监测到的能量峰值远不如实验数据里的高。我想一定是最后那次实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让一部分以太心核的力量散逸了。也是猜测，这就不是医学范畴的事了。唉，为了更了解你心脏的情况，我倒是也私下找过那些研究员的下落。但遇害的遇害，失踪的失踪，时至今日，估计也没剩下几个了。想起来了，好像听你奶奶提起过，有一个逃去了什么 N109 区，投靠了暗点。遇害和失踪的情况，就是从那以后开始频繁发生的。我不知道，对于你的奶奶，我了解的也不多。但是，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，都能从一开始就走上正确的路。我们唯一能够期盼的，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做出不留遗憾的选择。这或许就是你的奶奶做出的选择。要出来看。
今晚真的会有极光吗？天气预报说的是今晚大雪，有阴云， KP 值很低，出现极光的可能性较小。那你还第一次来基地，总要看过极光才算不枉此行。你看雪快停了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。最后一刻，但是我的奶奶还有那些研究员，他们可是也有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结果还是惨败了。我只是在说极光。我也是啊。那里是什么地方？长衡山。长衡山，我记得那里发生过很严重的磁场异变灾害，好像就是几年前的事。方爷爷为什么要住到极地这么远的地方来？是为了你们的研究项目吗？不完全是，我的师兄牺牲在那里，因为那场异变灾害。这样，抱歉。在为什么道歉？你师兄的牺牲也有隐情吗？只是一个意外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你说死亡带来的伤痛真的会随着时间被遗忘吗？不会，时间无法治愈一切，也无法让人遗忘伤痛，只会让你慢慢习惯。还让你和方院长找到了某些要坚持下去的事情，对吗？极光出现了。你说的对，还是要看过极光才不枉此行，可惜也只能看这么一会儿了。要是觉得遗憾，就让他留下来代替你看极光吧。所以这个雪人是我吗？你是不是还会在雪融镇留一段时间？嗯。那还是留给你，看到他就会想起我吧。不一定，不过想起你的时候我会直接打电话。又是嘱咐注意事项吗？你这个医生还真是尽职尽责。离开这里后，你大概很快就要忙起来了。是啊，关于以太星河的秘密还有暗点。那就祝我们都能找到想要的真相。等等，收好。一旦这些资料泄露出去，暴露了你心脏中的能量与以太星河有关，难保你不会变成暗点的下一个目标。要么
是他们不希望其他势力觊觎以太星河的力量，想暗中找到后据为己有。要么是以太星河已经有一部分在他们手中，所谓怀璧其罪，因此要极力隐瞒这一事实，防止节外生枝。你怎么了？只是我的推测。大老远来一趟，怎么不多住几天？好，那你可要说话算话。我联系了朋友，一会儿让他直接送你到车站去。耀炳，都准备好了？嗯，外面冷，您进去吧。回去一路小心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我说正好有事来极地只是个借口？知道了。